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，我们在经历着一场生存的挑战。突如其来的病毒打破了我们以往平静的生活，也让我们带来了对自然的思考。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，觉得平静的生活是多么的值得珍惜。今天我们以舞蹈的方式，对无数因此逝去的生命表达哀思，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敬意。这支舞是我带领舞者们在各自不同的城市、家里、院子、街道和空无一人的交通工具里，以接龙的方式完成的。我希望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舞者传递出的爱。在此，我代表北京当代芭蕾舞团，仅以这支舞献给全世界在疫情中逝去的生命，以及为疫情努力付出的人们。我希望我们可以用舞蹈传递出爱，传递出对你的牵挂。Thank you.
Oh,